来宾一个一个接开，由民众投票选出来南投十个一定要去的景点。这个礼拜十七号是2014年南投火车真侪节的闭幕仪式，真侪游客拢趁最后一天来这甲老火车欣赏。秘书长嘛当场感谢大家对活动的支持。那今年呢？像这个小小列车长啊，还有这个日本的小熊学校哈、就是新的东西哈、以前没有的哈、那类似这样哈、我以后每年办这个活动，我们也会一直想哈、想说有什么新的元素哈、新的东西可以加进来啊，这样大家会感到比较新鲜的哈、那感谢大家的参与哈、看到今天虽然是最后一天闭幕哈、游客还是很多哈、这个大家对我们活动啊非常的支持哈、非常感谢哈、现场除了安排很多精彩的表演，也还有表扬这次参加摄影比赛以及写生比赛得奖的大小朋友。得奖的摄影作品都非常的优秀，充分的展现南投的水，游客大家都拿着相机互相欣赏，为他们的表情就知道大家都算得很欢喜。我觉得就是跟平常那些不一样，比较有那个传统的气氛的味道，还蛮贴切，就是拉近小朋友的距离，我觉得不错。而且在这么漂亮的地方，我觉得可以，应该可以让这边有更好的那个观光的那个气氛。游客拢感觉会当看到传统的火车，实在是真特别。对着导览，嘛让因对火车的历史有进一步的了解。今年已经是第八年举办这个活动，每年拢引了满满的游客来到这观光。是成功的替南投创作观光的商机。记者郭伟麦采访报道。